哎呀，好大的雨，这下雨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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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真完了！完了，这下雨了，他们还在那儿。哎呀，还没完呢！还没完呢！一曲心丝绕指尖，月下无言。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殿下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懂。你都懂？这浮云有隐约寒羞，蓦然回首，在等候。试探旧时情谊，不照今世游。问世间何有千百愁，可问心事与白头。江山知己，与君共长。今日就要与你们金破国谈判了，你最好识相一些。情感上我愿意让，可本王毕竟是二皇子啊，虽然我也是个很念旧情的人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还有，请你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们金破国可是输了。真是念旧情啊。那个谈判讲究的是速战速决，切勿和他们做无意义的纠缠。哦，我走了。小姐，你的头怎么了？痛吗？那个官帽歪了。花郡主，诸位大人久等了。我等奉杜太师之命前来帮助花郡主。又是一群来找茬的，希望可以同仇敌忾吧。那琉璃便感谢诸位大人撑腰了。我们在战场上赢了金破，此番和谈自然是占据主动。但贺远亭这个人诡计多端，怕是会有盘外招。一切还需小心行事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哎呦，真的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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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看这座位置。好。那你看我不喜欢干什么？哎呀，有美女不看看我，真的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是我的话，我都好成。好，来吧。对。哎、你为什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大白兔去国立国线。哎呀，对。
主要是我演变了。是讨厌的那个，就是爆发。对，应该是那种胖胖的，然后上面再绣点什么东西。哇，对不起啊！我出的那个钱买一个行吗？你来的吗？站着试试吧，要不站着也试试。咱俩坐着是不是拥抱会不舒服呀？对呀，就可以抓了嘛。对呀，啊，这就可以抓了嘛。对呀，哎，光驱，光驱，服务区，服务区。对呀，这个，等等等等，这里就可以上手了，然后碰一下手。对，伸出你的魔爪。那边来，那边来，那边就挤，那边，把它搬上来。是。哎呀，我逗你的。你怎么可能会上？没有没有，来继续继续。哎呀，行不行你们？刘文，来。